他是雅各布，来自德国的舞台幻术师。他出身魔术世家，从小就展现了非凡的魔术天赋。他在20岁时就游历欧洲巡回表演，并在国际魔术大会斩获诸多荣誉。他在的地方，一切不可思议都理所当然，任何事物都能听他摆布。Niemand weiß, was gleich passieren wird. Aber sobald sie mich sehen, dann sind sie schon in der Magie gefangen. Ich bin Jakob und ich bin hier, um zu gewinnen. Sind Sie bereit, eine Zaubershow zu genießen?哇，他的衣服瞬间变成了红色。它这个蓝色的布其实有点那种海浪的感觉。里面的元素非常丰富。哇，他笑起来好可爱。对，像是在那个漂浮，在游泳。对，他把漂浮合理化了。一般来说，我们在漂浮的时候要找一个救生圈套它，就是为了证明没有线吊着它。但是他用这个救生圈也很合理，一切都把这个场景里的所有的相关的道具全部用上了。
歌曲。ドイツから来たジェイコンさんのマジックはもうすごいユニークで、もう客席みんなが笑顔になるようなマジックでした。觉得这个结尾就很有特色，很有爆笑性，而且特别的搞笑，配合他自己本来那个风格。谢谢雅各布，谢谢。哇，让我刚才耳机没一直听到一个女生很兴奋的乱叫说，哇，他好帅，他好帅啊，对不对，张纯烨？我已经跑到了舞台的侧边。你知道我为什么觉得他帅吗？因为哪一个女生不想自己的男朋友是这种哆啦 A 梦，要什么变什么，要什么变什么。哎呦！但我跟你说，我要给他展示一个东西，在中国非常非常的火。哦。你让我拍一个视频，我可以变出你所有想要的任何东西。为什么？我拍完告诉你嘛。好的，来来。好的，好。我倒看看张纯烨在干什么啊、嗯！真的，突然冲上台来的女主持人不矜持到这样子。哎呦！哎，好配合啊，雅各布，哇！呀！为什么现在可以告诉我？我现在揭秘了啊！因为我要把这个视频发布在火山小视频 APP 上。哦。它的火力值可以提现。对，我知道。赚钱。因为我们节目私下会玩这个，我和刘维。对，能领取红包，而且他今天穿的就是火山服来的，所以就是非常搭配火山小视频。张天燕，你这个视频能火，然后火完之后你就能提现，提了现之后，提了现之后，麻烦请我们吃点什么南京的什么鸭血粉丝汤。血粉丝汤，对。有啊。所以说，你用这个火山小视频 APP 拍摄了视频上传之后，你能赚钱。火了火了火了，我请大家吃饭了。谢谢啊，谢谢啊，谢谢你，加油。刚才整个的这段表演，我们不得不说，冬天的时候我们突然看到一个阳光沙滩，让我们不想继续工作了，想马上去度假。但是我跟你说真实的状况是什么呀？是，就是雅各布从这下去之后，刘，你恢复一下刚才你的状态，你不要怕。没有，就我刚才就是他一下去了之后，我就在白马王椅的后面就绕了很久。我觉得人上来不可怕，这板凳怎么还能一起上来呢？请大家看这后面还有什么？哦，走。我的天哪，这是个帐篷吗？我觉得人跑过来是有可能的啊。这玩意儿老沉了，里面还有水，你知道吗？你看，人上来也还挺简单的。这一堆噼里扑噜的东西是咋上来的呢？其实我刚才看到他最大的印象就是他一直在笑，然后他的笑容非常的像太阳，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很喜庆长的。对，然后非常非常开心，而且他的换装非常的快，表演的环节流程设计的非常可爱，非常容易让别人接受，没有距离感，就是一些年轻人很奇特的一些想法，非常有意思。我觉得冰冰可能说到了这个魔术特别核心的一个地方，可爱就是开心啊、哦。因为有的魔术呢，它营造的那个氛围是神秘，嗯，有的呢是冲击，对，还有的就是梦幻，嗯，但是它的这个不是，它的这个就是开心两个字。
冰冰是幸福的。嗯，只要一看，他只有两个相声词，一个是哇，一个是开口比较小的哇，就只有这两种声音，多快乐呀。Jacob 在3年前飞怎么的比赛的时候，我就是他的评判。哦，当年的 Jacob 就是充满青春的活力，而且好像他今天的脚还不是特别好，今天好像拐了脚是吧？哦，带伤上阵，嗯，非常不简单。作为一个魔术师来讲，我被他的青春活力，被他的这个流程所打动，但是我作为一个专业魔术师的眼光来说，他还是有一些瑕疵。今天，哎呦，什么瑕疵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比如说他的节目的衣服的转换呢，还有他在飞行的时候，我跟丽我们是可以看到有一些瑕疵在里边，但是他的表演整个来讲还是非常成功的。I loved watching him watch you. He magically transformed into a child. So it is very clear that you love what you do.But Juliana and I are here to judge your magic and your technique. And as you know, there were a few moments that could be improved upon. I think if you go back and spend some time working on those moments that you know about, this will be a stellar act. Thank you very much. 对于雅各布来说，他有一个很幸福的一点，他是一个魔术世家的孩子。对，而且呢，雅各布的爸爸被誉为德国少儿魔术之王，小的时候是不是就觉得跟别的小朋友一比，你就觉得自己特别的幸福，爸爸特别神奇？Mein Vater ist mein großes Vorbild. Er hat bei mir das Interesse am Zaubern geweckt. Und mit 3 Jahren stand ich das erste Mal bei ihm auf der Bühne. Mit 12 habe ich dann erste eigene Shows gemacht. Mittlerweile bin ich Profi-Zauberer. Und mein Vater entwickelt viele, viele Zauberkunststücke für mich.Jacob and I share a lot in common. My father's a magician as well. Oh! Jenda. And I'm also tall and handsome like he is. No, I'm kidding. 咱们今天是一期主题节目。哦，什么主题？叫做我的爸爸会变魔术。雅各布，爸爸是魔术师，他要给你建议。那妈妈她做什么呢？Meine Mutter arbeitet im Hintergrund mit und unterstützt mich und meinen Vater, wo sie nur kann. Sie hat viele dieser Requisiten gebaut, sie hat die Kleider alle genäht, das hat alles meine Mama gemacht. Wow! 天哪！超凡妈妈！我一直有一个八卦的问题想问他，就是现实当中会不会有女朋友？因为他现场那两个女生实在是太 hot 了， you know? 吃醋，对不对？对，吃醋。有女朋友吗？女朋友会生气吗？ Tatsächlich ist eine der beiden Assistentinnen meine Freundin. Wir kennen uns seit wir in der 5. Klasse waren. Wir sind nicht nur zusammen, wir arbeiten auch zusammen. Und dadurch müssen wir viele Probleme miteinander ausdiskutieren. Aber ich glaube, das hat unsere Liebe noch stärker gemacht, als sie sowieso schon war. Lucy, ich liebe dich. Lucy, oh, how pretty! Oh, how美哦！就是那个跟雅各布一起在上面游泳的那个姑娘啊，就是 Lucy。你知道吗？你5年级在一起了，在我们中国人管这个叫早恋。嗯，中国人不是把它叫早恋，叫什么？叫青梅竹马。哦，对。呀，而且 Lucy 真的是 so beautiful 啊，非常漂亮。让你们两个快乐。I will never be with you. 好，各位观众，现在请你们把给雅各布的分数发送到刘伟手中这台金立 M7 手机上，也请其他的魔幻师拿出安全双芯片、超清全面屏的金立 M7 手机，为雅各布来打分。打分开始。雅各布呢？又让我感觉我看到了自己小时候的游戏，很想加入到他的那个游戏里面和他一起去玩耍。雅各布今天的表演非常有朝气，在一个海边变出那么多的故事，我想大家都会很喜欢的。赫朗特用魔术征服世界，接下来进入到狼牌特区，
魔幻师亮分时刻。其实他的演出里面的效果的含量还是蛮多的，但是流程中间出了一点点的小问题。8.5分，9分，9.5分，8.5分，9.5分，总得分45分。恭喜雅各布。I would have scored you just a little higher if we didn't have some of those technical difficulties. But other than that, I think that you're wonderful, and I definitely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in the future. Thank you. 他的整个的现场的掌控，然后他可以感染到每一个人的这种快乐，我觉得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得到的。观众看到开心，然后观众看到了喜欢，其实是对他最大的一个认可。在前三周，德国战队一共积分132.5分，加上这45分，总得分来到了177.5分。你对于这个结果满意吗 ？Ja, sehr, sehr. Es freut mich und ehrt mich sehr, so viele Punkte bekommen zu haben. Dankeschön. 因为他的分数比刚刚表演完的袁大树的得分少了0.5分，所以雅各布将没有办法进入到第二轮，直接面对坐在 OCM 奥盛白马王椅王者之座上的中国战队，所以还是要请雅各布回到德国战队的席位，谢谢。